各位参加者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这个台大政治系刘康慧教授的助理。那大家在入场的时候，应该都有拿到一份问卷加一份知情同意书。那这个我简单说明一下，这个研究的名称是建立国际级集体智慧枢纽，整合社会影响力、结构、动机和人工智能。那研究的系所是台大政治系，然后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是刘康慧教授。那目的是在于了解社会影响的结构对于集体智慧表现的作用。那如果大家看得懂问卷的题目中文的话，就请大家帮忙填写问卷以及知情同意书。那只要填完并缴交给我们，就可以获得50元的超商礼券。那在尽量在中午以前缴交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这次问卷调查里面的资料都会绝对保密谨慎处理，然后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大家对于这次活动的意见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抽空帮忙。我们小组人员会在场边还有报到处的桌子随时待命，如果您对问卷有问题的问题和选项有疑问的话，请欢迎随时提出，然后我们也会积极协助收取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也祝各位今天活动顺利，谢谢大家。